这条裤子腰头松紧有抽绳，那一样哦，这边有多撑一个那个，这边有撤一块，然后有立直立的口袋，然后 Kiki 是有折，不折的话 Kiki 没有折的话是到九分，你看到、Kiki 穿的话是这样，好，这边是折的，你可以自己选择，前面有口袋，后面是没有口袋的，然后它背后的线是做到不对，它是做到不对称的拼接。其实它这样子的拼接也是会去大面积破坏你后面整个大那个同色系大面积的感觉。是棉麻，可是它腰头、大腿、裤管跟裤脚都是有做到全弹、有弹性的，所以这个也是夏天穿得住的。内侧有个像是尿布裤的这样子 3D 的，它是圆弧状的车线，然后会让你看这边整个裤型很挺。然后它这样子的车线呢、也其实是会比较修饰我们那个腿部内侧肉肉的部分。其实它裤裆分量感也给的非常的足，这个我还蛮推荐线上小资女生可以直接加二加三，这个我觉得到155穿都不会过长。然后身高高的话，我觉得就是紧绷穿到我的身高，因为我觉得到170的话，可能真的要再穿更低腰。不会卡臀哦，完全不会卡臀。二楼穿 OK， 拉料透气，有弹性，尺寸 OK， 好，长度你们自己斟酌一下。